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法使者 Memo Diagram into One Mika。从第一天上岛到最终成团，一直以来支撑你突破自我的动力是什么？对，梦想的使者和我的最好朋友。音乐对你意味着什么？生活的一部分。你对魔法世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先去感受光影，非常好。魔法世家专研面膜14年。